各位股东，大家好，欢迎成为我们 BMS 的一员，再次谢谢你们成为我们的股东。那么呢，其实现在我想跟大家说呢，你可以现在开始跟你的亲朋好友啊，或者跟你的孩子说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爸爸妈妈或者是谁已经变成了 BMS Organics 的股东，是环保企业的一份子了。我相信他们会为你感到骄傲的，好吗？跟他们说一说。那么呢，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你记得我在做众筹的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我们的一直口头禅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为环保出一份力。那么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为环保出一份力。首先我想给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你怎么为环保出一份力？我给了一些小礼物大家，你看我手上有什么呢？有10张我们的会员卡，然后再一张我们的白金会员卡。OK， 这个白金会员卡这是无价的哦。现在如果你要有钱也买不到这张卡哦。这张卡呢，它是跟比我们一般的会员的好处是什么？如果你曾经是我们的会员，或者是现在是我们的会员，你知道如果成为 BMS 会员，你要给35元才可以拿到这张卡嘛？然后这张卡你去到 BMS 的店呢，你就会拿到什么呢？你会拿到大概是18%的折扣。然后你吃东西，然后有累积分数，然后呢，你在一些你的生日啊，会觉得生日的优惠啊，然后有一些 voucher。那么呢，如果你是 BMS Platinum 卡呢，你在吃东西上面还有格外的5%的折扣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其实现在我们给了这张卡你呢，还有这张10张卡呢，这10张卡已经在这一张卡里面已经归类在里面了。只要你的亲朋好友，你把这张卡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哦，他们就会消费在 BMS 里面，当他消费了过后呢，他的所有的分数会变成一些现金，那现金里面呢就出现在你的这个BMS 的这个 Platinum 卡里面的。那么你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？其实你只要去 BMS Organic 的 apps， 当然如果你去到那个 App Store， 你可以 download BMS Organic 的 apps， 在 BMS Organic 的 apps 里面呢，你只要按 My Membership， 里面就有一个电子钱包。那么你的亲朋好友所有的消费呢，它会变成钱，然后就会在你电子钱包里面出现。可是呢，你会有一个最低消费额，就是你要消费大概500元，你就可以拿到他们的所有的消费了。所以呢，你看得到吗？你有一个回馈在里面哦。OK， 那么其实如果你注意到，其实这11张卡加这张卡呢，它是一个三赢的局面来的。什么三赢的局面呢？第一，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会变得更健康，包括我们自己。第二个赢的局面呢，其实你注意得到吗？因为我们吃更多的有机和健康的食品，让大地妈妈就要比较健康了，因为更多人吃有机了嘛，对环保就有一个贡献了。第三的赢的地方呢，其实就是你所有的朋友的消费，你都会得到一个小小的回归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三赢的局面。那么最后呢，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，如果 BMS 大家都是股东嘛， BMS 3到5年里面成功上市，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，你的所有的投资额应该也会翻倍吧？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为这个环保出一份力，也为自己的投资额也出一份力。谢谢你。